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暂命名事宜的通知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成员，现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简称新冠肺炎，英文简称 NCP。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2月7日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